海神之心，即便你已经是神，也很脆弱。黄金十三级合一，海神的黄昏，万古之境，天地一气。灵魂溃散，心脏破碎，就算是神，也必死无疑吧。死而复生，并非绝无可能。事到如今，哪怕复活神奇比复活人类难上千万倍，我们也必须放手一搏了。我们不敢向你保证，但只要有一些希望，我和小浩都会拼尽全力。情谊是人间最珍贵的宝藏。神奇本不该插手人间之事，但继承者陷入困局，我们也只能获利点拨一把。能否成功？